我希望来参加游学台湾的青年朋友们能够知水、爱水、更爱台湾。记录台湾是个使命，也是个乐趣。我们想要把台湾瞬间的故事记录成永恒。我们加玛部落希望吸引广大的年轻族群能够来我们部落分享我们的体验之外，我们更希望由在地的年轻人来在地的族人可以更认识自己的文化，并且友善自己的部落，也希望能够传承以及回馈，更希望将文化做一个分享发扬。我想把传统戏曲的美带给台湾社会一份欢乐，除了表演以外，我们还可以带给人家一份感动，所以我们决定我们要带着布袋戏偶去旅行。布袋戏的传统武戏套路